不要。法山。不是，他们看背，你会以为你在反抗而已。对啊。他是觉得你装逼，还是骗人？还是觉得你真的不在好而已？我是男主角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啊！开玩笑。站立，站立，拿枪。站立就是立正，站好的意思。那你们干嘛？站立正好的意思。那好。我觉得你可以接受三局吗？三局吗？80岁这才出道。特别嘉宾了啊！特别嘉宾。所以站立，那我试一个好不好？他说站立，你们就他说站立，你们就站起来了。然后站立就是立正，站好的意思。好。立正站好。立正站好的意思。对啊，然后在他动作，我跟着他，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来，再试一下，请坐，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来，没有意识的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来，四、三、二 ，Action， 站立，对，你要傻眼，叫他们站起来，对吧？你要傻眼，他们站起来，站立就是立正站，好，我看。接吻啊！你们如果跟他走会怎么样？对啊，跟他走。